完全落卡其成功音响港采访报道。夹面包让我印象最深刻，是整个让我是撞昏头的一个游戏。郑少宇歌迷提。圣诞节将至，郑少提前和歌迷共度。爱美的他，连扮鬼也要帅气现身，迷死人不偿命。帅吧！小众自己不搞怪，还把脑筋动到歌迷的身上，由他发挥创意，现场帮歌迷化鬼妆。请给我一个黑色的眼影。有人有黑色的眉笔或者是眼影吗？现场有人有假鼻子吗？假鼻子，是他脱手了。哇！这个鼻子可是有画龙点睛的效果。卡哇伊，瘦。虽然最后歌迷成了长鼻女，不过能够被偶像赞美卡哇伊，心里应该还是很开心喽。很感谢，就是到现场的。歌迷朋友他们有提供了很多道具，还让我的这一对巫婆这一对呢可以获胜，然后刚刚也有在台上画了南瓜，然后应景，然后呈现了一个就是大家发挥创意，然后我也把我自己亲手绘制的南瓜送给优胜者。由于这场万圣节 party 是小众宣传期最后一个和歌迷近距离接触的活动，干脆好康大放送，除了变装比赛之外，还与歌迷脸贴脸玩游戏。哇，哪一句啊？夹面包让我印象最深刻，是整个让我就是撞昏头的一个游戏。我希望就是以后那个面包可以选厚一点，因为那个吐司它非常的薄，这样一夹一撞，哇，就是有那个头晕目眩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环节非常的好，就是可以跟真正歌迷朋友真正的肌肤有所有碰触，就是脸颊碰脸颊，很多的歌迷朋友他们非常的害羞，但是只要突破了那道心防，马上就可以夹到很多片。跨足歌坛的郑元畅总算圆了当动感歌手的梦想，一路以来不只有歌迷支持，好朋友更是轮番上阵一起相挺。首先第一名模林志玲为他献出了街舞处女秀，成功打响第一炮。五六看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，全部都没有。其实我一直觉得小纵是一个非常温柔感性的大男孩，然后他其实常常在我有一点点 down 的时候，他会讲许多许多很温暖很鼓励的话，然后其实我觉得一切都不用多说，我觉得他的努力大家会看得到，也希望多给一些肯定。是好友杨丞琳特别现身签唱会帮小纵加油打气，让他超感动。其实丞琳上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，因为让我回想到很多当初的画面。嗯，而且我还记得，就是当初他第一张暧昧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车上一起听你的那个歌，真的很有画面。加油！对，我会加油，继续。跳得很好，谢谢谢谢。我看过187，188，188公分的人，手长脚长，却跳得不像张宇的，这真的。口味耶，真的你跳得很好。谢谢谢谢。而小纵出唱片，跟他一样也爱唱歌的荧幕情侣林依晨，当然也二话不说来跨刀，两人在 MV 中再续前缘，还有亲密床戏。你还不懂吗？我没有你爱我。哎，走。
第二首主打歌《不死心》邀请到我的同门师姐，也是金钟影后林依晨小姐。噔噔噔噔。我听到姐，我整个心都凉了。同门师姐，非常的荣幸可以就是相，就是老朋友相见欢。然后今天的 MV 的算是有一个爱情故事在里面，完全有颠覆我们以往所扮演的角色，然后会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林依晨跟郑元畅。从偶像剧歌到最幸运的唱片新人，郑元畅结束台湾宣传期之后，即将带着满满的自信和海外粉丝见面，就请大家拭目以待。完全乐整理报道。金曲新人卢广仲创作灵感超酷手。